我刚才听到，你是不是在这附近啊？咦，我知影，你不是歹囡仔。我知影你心内还是想要保护我的。紧去找伊人来救我。咱做伙离开这，莫阁受到你妈妈的控制啊！刘啊，三中信，你哪来在这？吴新泰，啊，刚才我跟恁丈人爸及时来神救援，啊，若无阮新民迄几套的计划，就去了了呢。奇怪，朱林公救护车停在 B2，即摆才停落来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袂当停落来，紧叮当啊！敢是吴依林来啊？紧的，切好条啦，唔通电开门拍开啦！哎呀，一下去了了。单兵小组的来，你是真大主大义呢？那不是单兵是来给我报，唔知影啥时阵才知影讲，真正是你把母亲来藏起来，把身家藏起来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无。我嘛是拄才才知影的，唔免这么着急吧，一直讲跟你无关系啦。文耀就是因为开始怀疑你，才派人对着你老爸叫来啦。好啊，别再浪费时间讲这无意义的话啊！吴依林随时都要来，别赶紧想办法把阮哥刷走。阮就是来徛做恁脱身的啦，今到三更就杀你去啦！你明仔教你安怎做？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正是无法度分配嘛。是我对你的唔望伤悬啊！我阁廖顺讲，你也是我原本熟悉迄好查某囝，我对你真正有够失望的。慢着啊，我赶紧来走。吴依林一定人啊，离咱愈来愈近啊。你大家看，咱来就开走，一定有问题。依林，我的宝贝后生。
爸做少年的。丢者，跟我们爸叠起来的。范新明，你这个做妈妈的痛害啦！之前我找你讨人，你搁电话面头前就动作，讲你绝对会对母性态下手。结果呢？你甲白海娘两个人在后边比鬼比怪，不管差一点仔，我都收煞。那么今后，今日也不是我走来替恁解围哦。定得阮死无活啦！今仔日一零一零人哦，会用杨昭来做突击检查，那是因为你有文瑶发现，你昭来便宜搞我乱呢，伊才会偷偷派人跟踪我。姐嘛，是火烧厝烧过惊啊啦！我是不得已哦，才甲恁这人绑做伙，爱共同承担陷害信太的罪名，我才是上衰上不过的啦。姐嘛。恁爹比笑骨粗袂啦，啊！比起你迄头梁振宏，互亲家一个假后生，害亲家安尼真辛苦哦，搁去互你气甲中风，啊！母亲台的代志算啥？原来阮大哥早就已经知影，搁去互阮大家气甲直接中风。新贤啊，你也好好学习啦，这老前辈哦。过过桥比走过路阁要搁较济啦，即马确实要按照因的方法赶紧趁钱，才会当两早补足咱三个集团的资金缺口。即马，哇，你后日也重点咧。啊，既然深甲咱有共识，知影三人共一心，糊涂变成金的道理，不如就大家做伙靠光电吸金术来发展啦。啊！大家工作哦，吃肉灵汤啦吼。妈，你别应该带。爸，你清醒啊！我去叫医生，你先等我一下吼。妈，明天。是因贵人吗？爸是绝对不允许南部山集团的未来变成安尼。你害南部山集团叫人归往旁去。那不是你又在吴依林甲吴山归往旁去，代志哪会变到安尼啊？还是因为你受伤太猛。你爸呢？哦，爸今妈身体足虚的呢。爸，为着你的安全，我拜托你健康的过来。英爷，你是我恐怖的事，苟且偷生。今妈的不改未来，特别等爹，你阿妈，甲这个假阿姐手头。你阁唔敢反抗，感觉你要放下对因乱做伙事，我对你哦，实在都失望，你知影无？你哪会知影？原来你伫电梯迄时阵，你就已经醒啊！我总算想通啊，我原本迄、那个。善良阁体贴的小弟，会变成一块自私自利、恶毒恐怖的人，拢是因为伊是假。
你会有报应的。你先顾好你家己啦，拢倒伫遐咧喘啊，佮参像到飞火车共款。你一个人，即阮全部的人，佮有路用？我是咪，你即个失地的查某啦，你创一顶骨壳，互我治佫无够，佮有想要甲我害死。当初的时，我都无应该想把伊娶你。甚至对你两心，阁想要甲你求一个好位，才替阮母家引来这么大的灾劫，连阮母家的黑名，拢叫你污染去。莹莹，莹莹，你。好了吧，你先创啥？无心态，这是你家己做得来。你害我酒外挂二十几年，我早就当作你死啊！我咧对待你是拄啊好尔。妈，你到底先创啥？爸子嘛，袂靠你爹，你家己拍啦。你可真敢看图？你看，白汉娘早就到处去啊！甚至你囡仔、囡仔、囡仔、囡仔，明明是你大大小小，阁无好好对待伊，你大家咧照看人，你阁好意思怪大小姐？你真正够恶心的！你先坐下，给我放放开啦！你好啊，差不多就好啊、哦，心态今嘛袂迷信。万一飞鸿闹心三长两短，所有的股权拢会落在吴依林的手头啦！大家拢搞卡认真嘞，依依，你继续讲啊！我连唔像你死人有才了讲话！啊，人根本崩溃啦！你去死啦！你袂当讲话！紧来，紧到三间家，这小家庭开啦！恁哥哥若死，咱这回小姑娘全无办法啦！马汉良。好啊，好啊！你操我老母的心，放手，卡认真个啦！你干嘛跪啦你？你哥，好啊！爸，爸，你干嘛这样？副总本来就脑损伤啊，都还有个小的气壳，这么脑压偏高，呈现中度昏迷。虽然无性命危险，但是病情随时拢有可能变化，阮会注意啊。医生啊，拜托你，一定要用上好的药啊，上好的治疗，一定要尽全力救我的后生，拜托拜托。阮会尽力。爸现在还昏迷了，你欢喜了吼？你已经大汉了，你别再这么傲娇啊！现在我们大家都是遇到同样的事情，这事情顺利解决之前，你爸昏迷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啊，至少这命命还要保住的，不是？干哪你还在想？你一个一个都无血无目屎，你干哪想着家己的利益？英啊，原本阿公嘛真切，你妈甲你拖落水，但不过即马代志已经变作事实啦。这都毋是你妈，是白汉娘出来搭责任，就会当甲代志收煞的。是咱在场哦，每一个人拢会去影响着，所以你都要知影。即马上重要的，就是咱阿以大局为重。按照我未来，你还要甲恁爸有好机会拢无？